那个文化局长，我拄只听你的回答吼，我感觉就无满意啊。你既然是属于市府的资产，你为什么没有去做整个文化资产的鉴定？为什么你没有去进行普查？为什么市府自己拆自己的老房子给社会看？这个新闻实在足闹鬼呢！你袂感觉有检讨的空间吗？何况你讲有北京警察局的宿舍要列入保存计划，是安怎样啊？你隔壁有四间，三间是公家，一间是私人的，你敢无做伙纳入？为什么？这个是恁的问题啊！前你无做普查做鉴定，后你无做保存计划内底，啊你搁给遐硬拗。阿吉王报告，你欠社会一个道歉哦！我跟你讲，阿吉王报告，你身为文化局长，这个起户的财产，你既然安尼处理的，啊你搁干嘛拗？本院报告了哈。后来你坐，你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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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问肖处长一下。是闹亏闹大个代志，校长，你派谁去鉴定啊？去会刊。啊？你派向去会刊啊？我秘书处的秘书，因为他之前是在我们总业文化园区里头当主任。吴素南对不？是。吴素南本身做过中研人文中心的主任。是。伊对这个文化资产，既然无一定的这个敏感度，既然乎一间九十栋的老厝去予拆掉去。平平九十栋，我拄一顶间总结顺，我所谓列入的这个书法的文化园区内底，有迄八十栋的做起户的古迹啊，是，有迄八十栋在做历史的建筑啊，平平的台南县，诶文化资产就拢无用认定，就等于是咧做啥？你还提出一个条例咧，历史街区的复兴政治自治条例咧，你一面在提出一个条例，一面在拆房子。你有没有欠社会一个道歉呐、啊？不是年一代年，他还要一个文化古都的古厝，可以拆，你阁无道歉？你们两个谁要道歉？我来道歉哈。那个跟郭议员跟赖议员报告哈，就是说今天如果把这个房子拆掉，单纯是我秘书处哈，在这个第一个呢，他在我们的这个私有财产自治条例65条第一款，我们是。不需要去报。还一块的模型自然死角了，肖处长，那建筑足水啦，我徛伫关庙啦，是，啊，我正系双溪区的永康啦，我定定经过新化啦，是，那建筑真正有够水的水啦，是，嘿，啊，你既然那拆掉伊，这真正就闹亏的，你敢知呀？我们九月的时候，局长，是，我要求你做一个总普查，把所有个配合秘书处，你所管理的下，下开再说起户的资产。做一个总普查，该保存的你要保存起来，该鉴定的你要鉴定起来，唔好搁这件代志要发生，搁再度来发生，安尼有问题无？是。三个月给你时间。另外，这件代志要哪处理？拆的这要哪处理？拆一半在遐啦。啊，日式建筑两间是共构的，啊，你叫做拆一半，另外一边咪变围楼，嘿。这件要哪处理？长官了，有阮的文化建设科的人员吼、喔，有去吼、喔，啊，伊进是半间厝，啊，总是伊迄个公家标迄个部分吼、喔，受损的较严重，所以这個部分吼、喔，阮会去做。这样你会看对不对？我要求一点啊，你去会看的时候一定要找本席去。另外秘书处我要请教一下，恁总共要拆五间，新华两间拆无？是。马道两间拆未？要未？啊，以外几间拆未？重要要未？这三间拢先保留起来哈，是。等会看你要甲做处理哈，是。请坐。谢谢。系，请林专中议员。恁两个今天哪徛起来？恁要叫我加一楼三处长。当市长咧焦头烂额的时阵吼，啊，佫发生这件代志吼，实在有够遗憾的啦吼。好，两位恁请坐啦吼。来，接下来，咱们请下助理局长吼，局长。李局长，你这几天辛苦了哈，但是这局长，迄、那个这几天足辛苦哈，咱江是饮水的问题非常的严重哈，啊，本些所在地的永康地区家哈，包括永康排水哈，甲包括大湾排水的分区啦哈，有关这个雨水下水道的部分，我发觉有一个现象，
就是你还没施造的这个工程，比例若愈悬的，伊的淹水就愈严重。就包括大湾，包括永康，这两位拢较严重，永康区的这两位拢较严重。我相信应该无迄个意思啦，吼，按社区动作吼，自洪区咧安尼处理，我想你嘛无迄个意思，惊中下游会造成迄个水灾，吼，啊，遮迄个下水道较无做。我要打迄个局长吼，做一个慎重的建议。治水啊，是咱市长啊首要的政见，也是首要推动的政策。伊对你非常的器重，地方嘛对你非常的寄望。唔过除了三亚溪整治，除了你整个昨昏所报告的短期、中期、疏洪、分洪、排洪，或者呢上游、中游、下游的各种治理方案之外，我觉得啊。还有很重要的就是雨水下水道的系统。本席哈、哦、有去整理一下，我以淹水上严重的大湾地区做的啦。你底下可能看无，我全部哈、哦、拢用荧光笔你才来画出来哈、哦。中阿强加加起来、哦、你上起码够十二条还袂做。大湾哦，你整个排水库够几下个哦？大湾你也差不多十二条以上，你还袂做，吼、哦？啊，这还袂做诶，拢是淹水上严重诶。你包括大湾路顶加一条，加一条。你包括英台路加北平街加文化路，还有包括永中路、英春街、英和街，加的四条拢无做，加的四条拢无做。佮加上啥货？加上你的侧沟的断面不足。加上啥货？加上你的侧沟淤塞，加上啥货？你的集水井嘛无人去清，这当然不是你全部水利局会查过啦，我袂拢挂在你的身躯顶啦。有一个是啥？伫环保局嘛。有一个是啥？是干部局嘛。所以本席你才要慎重在你要求，针对易淹水地区，这三局啊，爱组一个专案小组，你汛期来以前。把所有的排水系统啊，把它做一并的整治，有没有问题？跟一周报告哈，迄、那个当然，这个治水是爱全面性、整合性了哈。除了提防，有没有问题啦？这个没有问题，没问题哈。后来我要两分钟要讲补助的代志，这样易淹水地区啊，大家拢一体适用，全部拢一体适用，安尼是足无公平。迄淹水淹到足严重，你煞无好特别优待一个，嘿，你却没有特别条款。以防水闸门来说，你要五十公分以上；以防水闸门来说，你呢爱淹五十公分以上。啊，你做闸门爱去做五十公分，补助50%，三个五十。秘书长，我这边慎重建议一下啦，我慎重建议一下，头前迄个五十公分提掉啦，因为无人讲食饱小用，佮要装一个防水闸门入门下口，开50000块，家己爱负担25000，迄个歹看价啦。所以我是希望讲吼，咱市府针对易淹水地区遮，爱做一个慎重的处理，卖阁陷入这个淹水的口水战当中，赶紧收尾，让市政会当恢复正轨。阁包括最近啊，那市民要讲要要求去补助5000块的啊，着阁吼市里长证明，着阁相片，淹水哪有时间有心情去翕相啊？更何况这次跟八八水灾不一样呢，局长，这届吼。淹水的时间无像八八水灾遐久呢，你无水痕呢，你唔讲事后你会当淹呢？超过90%的人，超过90%的相片提袂出來，啊！你袂叫基层的，你怎去用拍？局长，这个部分哦，我想哦，请你从宽认定，体恤一下灾民的心情，体恤一下阮永康遐淹水的灾民的心情。我嘛拜托市长吼，各局处吼多出一个。制定一个易淹水地区特别条款，以上。